等一下哦。近的见远征呢？其实在场好了。其实我也按鸟一些冲下啦，所以他的战力又大于他了。哎呀，我们先装备继续讲好了。等我一下。他就刚好放，他就刚放好放那个，这拽讲了，再是扫把先生，那这个扫把先生就比较稀有了，他是所谓的女仆的装武吧，而且他居然有专属的装备技能服饰，但是该在这里该对的攻击点到八八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罗莎琳的一个专属，也就是所谓的专武吧。专武的装备，专属的装备，也不，它是装备，不是武器，所以是装备，专武装备吧，专门的装备。哦哟，就这样 ending。好了，ending 了。我觉得先进一场了，进一场又先不，又不一定比较重要。我觉得我的工会比较重要。我们工会像一直卡33个人的样子。啊，今天花太多时间在讲那个了。107。就到这里了。我这样打输啊。